恩家族肥皂剧，小叔要去守寡大嫂。美国前总统拜登那个行事出人意料的小儿子，最近被正在闹离婚的老婆指控花费巨款吸毒嫖妓。不仅如此，在拜登家族遭遇财务困难时，他还偷藏价值$80,000的钻石。47岁的亨特正与守寡的大嫂海莉陷入热恋。亨特的哥哥波拜登在2015年死于脑癌，这还真温馨啊。上周，前总统拜登也正式表达了他对这段叔嫂恋的支持。大家都知道拜登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居然会赞同这种简直就是摩门教一般的近亲联姻，实在跌破大家的眼镜。拜托，跟你大哥的老婆搞在一块，他还尸骨未寒呢，这种事情恐怕连罗马昏君卡利古拉都做不出来吧。不过让我们多关心拜登家族的第三代吧，在孩子最需要父亲和叔叔照顾的时刻，谁来做他们的楷模和榜样呢？这些孩子以后要花费在心理咨商的钱，搞不好会比亨特付给妓女和药头的钱还多嘞。